英国《周日邮报》的独家踢爆说，前首相特拉斯在担任外交大臣时，他的私人手机疑似遭到了俄罗斯的特务骇客入侵，导致呢他跟重要外国官员的协商，还有包括了一些政治盟友的对话外泄。传出强生虽然知情，但是为了避免影响接班，压下消息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